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P 四进攻想定四。跨过诸多河流，元神安固诸方之素远活动攻略助援，取得方式防御想定进攻想定元神 4.7。好的，这边进攻第四关，然后我们阵容选择前面这五个包，包括这个牛头人，然后再选一个乙级守卫，然后战绩选择这个风漩涡开始。这边往我们往右边放一点，开场沾一下这个旗子，旗子沾完之后我们来沾左边这个旗子，晚好的防御卡一摧毁，这边来放一下球球人这一巅峰元素，说丘丘人或者是其他那只巫师比较多的小怪，咱们就直接放了风啊风场啊打短尼亚子哦，这边有塔打哦，来这边继续放打最后一个塔，这边继续放，你下面的123都画上来，全部都打最后一个卡呀，阿里边哎你反标属你嗯嗯，好了搞定，拜拜。